快，因为如果我们累积到全部的卡的话，我们就会拿到7500。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卡，就是闯关率比较快一些。对，虽然目标是你要进去这个洞会有多余的代币啦，可是我们觉得如果要推倒这个，你要一次过喷很多代币，所以我们会先喷75粒看看。好吧，开始吧。觉得太重了，哎，有在动，有在动。哇，这个喷的蛮快的嘞。哇，好快哦，不到20秒哎，好贵哦。可是刚才它有动一点，它这堆有动到一点点，所以现在我们又在投了75枚，我们又在狂喷看看吧。你还想用技术来玩看看啊？哎，有在动，有在动。啊，又没了，好快哦！觉得有可能不可以狂喷呢，虽然它有动一点点啊。所以我们不要狂喷，因为狂喷的话不会赢到东西。好，你用你的技术，就是现在一定要穿过那个洞。哎，掉了！不错！赢到了几张卡？哎，不错哎，上5张。5张啦。可是两个是一样的。对，可是一张是400张彩票。可是要抽一套才比较划算。这边后面有一个稀有的卡哎。对，那个蜗牛，海绵宝宝的宠物。你那个卡都没有什么动静哎，没有在动哎。就是说没什么掉到哎。有一点动静。没有动到哎，而且那个蜗牛滑到不懂哪里去了。第4轮了，哦，有一张卡要掉了哦，也掉了一张，哎，你现在赢很多张卡哎，哦，刚有推到一点，可是那些卡都没有怎么带动哎，所以那圈子赢到2张卡，所以现在我们加了150枚代币，我们要来狂喷，因为看好像狂喷才能推倒这堆啊。这边蛮多张卡的，哦，右边的卡掉哎，哎，有效，它在动哎，哎，有用，不要停，不用停。坏掉了机器，哎，出来了，还有 Jenny 哎，掉了。到底赢到了什么人物？还有几张卡？我们先算先有几张卡。1234567891011121122123456
29张，29张差不多1万2千张彩票大概。而且刚才我看到有两个那个稀有的嘞，就是海绵宝宝的那个海绵宝宝的宠物。拍一下我的一个。所以你要分配，所以这个是那稀有的海绵宝宝的宠物。拍出了海绵宝宝。啊，我们只有他一张，哎，又有多一张哎，两张。就是我们可以凑两套嘞，凑一套是7500，我们现在有够卡来抽两套。还会有吗？可是我们只有一张海绵宝宝哎，两张，还有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会赢到的，可以放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至少有15000张，而且一张卡是400张。等一下我们再去换啦，看可以换多少张彩票。可是我觉得有30万哎。也没有30万了，可能有到3万吧。我们来玩这个 Willy Wonka 的 Chocolate Factory 的推币机。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个 Golden Ticket 会给我们2000张彩票。如果我们拿赢到整组的话，还有加这个 Golden Ticket 7500张。我每按一次的话，它就会走一步。拿一张卡，而且如果转轮盘的时候转到那个 Golden Ticket 的话，我们就会拿到 Golden Ticket。我们现在应该先拿这边吧，这边应该比较容易，用技术性的玩一点，因为我们要拿到那个金色的彩票。哇，大家旋转了，哎呦，差一点我还没拿到那个金色的彩票哎。会中到什么呢？25，你多加多25没给你耶。好不好？对，现在，现在这样也是不错了。哦，有了，哇，还没掉耶。哎，掉。哎，掉了两张。拿了什么 ？Willy Wonka， 还有 Charlie Bucket。所以现在有两张了。哦，又多一张卡。然后又给你多10枚，我还是觉得你狂奔了，我觉得这样太有点太慢了。很闷啊。好了，很闷哎，那我们狂奔吧。我也挑一张，不要拿了，先狂奔先，先把这三张弄倒先，然后我们来挑战这里。没代币的，好吧，所以我们又加了120枚代币，要把这两边目标是把这边和这边的卡币弄倒。我跟你讲了，头一次飞机要狂奔的。哦，中了什么？15张彩票。好狂奔啊！太慢了。那如果我们慢慢玩太慢了。哎，要掉哦！要掉了！兴奋不要停，等下给你25枚代币。哇，那卡币有点难掉哎！掉了3张，还有多一张。哎，又给我15枚代币。应该想会是下一个，对，撞啊那里，哎，撞到哎，你撞到那个金色的彩票哎，我外面它直接掉下去，你很好哎，在那里，啊，就是我外面刚一，我外面它要翻下去了哎，可是如果这边等一下卡住就完蛋了，所以这个是那个青色的彩票，快，兴奋。
可以喷五枚先。啊，没了，又来一张卡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快点把这个喷下来，这张卡。哦，要掉了，要掉了，看有移到。我觉得连中间的都要会掉中间的卡。哇，好重！超重的。他应该会一次过掉了完吧？哎，就给你25枚代币喷。有啦，你一直推它就会推动啊。现在是有点重，因为现在你把很多代币叠起来了。对啊。哦，要掉了。还有就是这次吧，刚有推到。已经开始要掉了。有啊。真的，它已经在，已经没有东西靠着。可是你又要没代币了。没了。给我多代币。啊。给你多10枚。也要掉了，刚才它往下动了一点。没了。有可能。哎，蛮多张卡的哎，他赢到几张卡？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张。11张卡，然后有 golden ticket。哇，不错嘞， golden ticket。所以我们赢到珍珠的卡了。还有加上这个 golden ticket， 我们赢到了多少的彩票？7500张彩票。在我在算的时候，你竟然在玩，然后你赢到了4张，还不错。好，我觉得我拿到了，我觉得我加到了。哇，真的哎，已经很多颗大颗的钻石在上面了。这样有几千啊？哇，好多粒啊！掉了2粒，它2粒都掉吗？